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。我觉得就是他在圈内的人缘非常非常的好，他是我碰过最好聊天然后的一个哥哥，非常的照顾，印象中他就是一个很能够倾听人，非常温柔的幽默的大哥哥。就是我想大家不管他在哪里，大家都很祝福他。我以为是假新闻，我好希望他是假新闻，老天真的太捉弄人了，这么热血，这么敬业，然后对艺术、对潮流、对综艺都有这么多想法的，这么年轻的黄鸿升就这样离开，我就不太能接受。